谭公醒醒，观音大士威灵扶佑契子，将阿牛周年身体健康，长生永若。在以前，医学比较落后，细路仔嘅死亡率偏高，父母为求班仔女能够健康嘅成长，就将个仔过契俾神灵，亦即系做神嘅契仔契女，期望以神嘅威灵来护佑班仔女能够无灾无难嘅成长。呢个全凑嘅祈福习俗又称为契神。咦，叔叔俾$50只，哇，$100啊！呢个系爷爷俾嘅，佢每次都俾$500，唔睇啦。玲玲，过嚟，爸爸同你讲个故仔。你知唔知啊？以前咧，爷爷细个嗰阵咧，生得好矮细。佢每次同啲同学仔打波咧，就好似一只马骝仔追几只大猩猩咁，追嚟追去都追唔到波嘅。嗰个时候，唯一最锡你爷爷嘅就系你嘅高祖母。嗰阵你爷爷身子唔好，成日都有病，你高祖母一直都好担心佢。你是唔意思，我嘅先发高烧啊！唔该你叫医生先睇我嘅先啦。西医睇过，发烧好咗，咳嗽又嚟。之后你曾祖母带咗佢睇中医，希望可以同佢调理下身子，补补身。之后呢就点啊？牛仔，你饮咗碗药剂就好噶啦。牛仔，每次喺过年嗰阵，高祖母就会去神庙为佢求一张新嘅平安符，保佑佢喺新嘅一年可以平平安安。师傅，唔该晒啊！今日年30晚，我都唔阻住你食团圆饭啊！你新年快乐啊！唔该晒啊！饮晒啲药就好快好噶啦吓！爷爷好搞笑。
婆婆新年快乐。其实当年你爷爷根本没打开过那封红包，因为他知道红包里面装住的是你高祖母妹妹的爱和祝福。爸，新年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。